依家我会系补充一下关于9月1号起澳门居民在指定酒店进行医学观察收费的安排。现时非首次在指定酒店进行14日医学观察的常居澳门居民和非常居澳门的澳门居民入住医学观察酒店是需要收费5600澳门元，如果是公务或者是特殊的原因除外。由于要核实相关的事实，特别是非常居澳门的澳门居民是否在入境澳门之前的365日内至少有183日是身处澳门，这个事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在办理入住医学观察酒店时候，酒店就会向所有人入住的人士以信用卡预授权或者现金的形式先扣款澳门元5600。如果经过核实是符合豁免资格的话，就会最迟在退房的时候就退回相关的款项的。